大家好，我们是东京走着瞧，我是包博，我是文恩。我们今天来到东京都的北区，要来介绍十条银座商店街。十条银座商店街位在东京的北区，从池袋站搭乘崎京线，约五分钟的时间就可以抵达十条站。十条商店街啊，是昭和52年的建造，历史还蛮悠久的。它是东京都北区最大的有顶商店街，然后总共有200多家店。好多的，十条商店街这里啊，除有一般常见的餐厅，然后杂货店之外，还有一家东桥非常推荐的特色的火车铁道咖啡厅。这家店啊，只有六日营业，然后它咖啡的选择比较少，然后蛋糕也只有2种，但是呢，这边最有特色的地方是还有火车在四周跑啊。妹，我也很推荐一家很好吃的物菜店，叫米亚哈拉。然后以及一家塔比路上评价很高的冰店叫达鲁玛亚哦。以上就是这次十条银座商店街的介绍，我是老伯，我是伟恩，好，下次见，拜拜。